感觉如何？这个轮胎胎壁，它有真的有发挥到它那个减震啊，还有在石头缝隙之间寻找抓地力的功能。除了离地高以外，它好像能够更容易包住石头，然后对悬吊的负荷有明显的降低很多。所以这个大胎壁，不管你是几寸胎，胎壁感觉越厚越棒，真的很棒。感谢解说。左搬换轮胎，我们先走。对，我们不用等，我们继续走。过得去吗？够赞嘞，赞嘞！有嘞，够赞嘞！有，有的我都想睡了，有的好舒服。